那好，谢谢啊。野孩子，我野孩子。哎，住手住手住手。来，别哭了孩子，快起来。没事吧你啊？暖暖，怎么是你啊？我要找年找年。哦，好好好，来。暖暖别哭了啊。我好了，别哭了。暖暖，别哭了，快告诉叔叔，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啊？他们说我是没娘的孩子。叔叔，你带我去找我娘吧，我要找娘。暖暖乖，要不，叔叔再帮暖暖给你娘写封信，告诉你娘说暖暖想她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上次你帮我给娘写信，娘也没给我回，娘肯定还在生我的气。怎么会呢？你娘怎么会生暖暖的气呢？那天暖暖不听话，惹娘生气了，爹打了我，第二天娘就不见了，娘肯定是生暖暖的气了。叔叔，你带我去找娘吧，暖暖给娘认错，娘不生气了，她自然就回来了。这，暖暖，爹，暖暖，哎呀，爹，我们去找娘好不好？暖暖想娘。好，公子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暖暖，跟叔叔告辞。叔叔，我和爹去找娘了。暖暖，爹现在就带你去找娘。哎，等等，公子，还有什么指教吗？我只想问一问，你真要带她去找她娘吗？哎，该面对的，总还是要面对的。是啊，可她还小，她能承受这个现实吗？是啊，他还那么小，所以才不应该承受这一切。他娘临走之前我打了他，所以他一直以为他娘走都是他的错，都是我这个当爹的不好啊。我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啊，怕他受到伤害。可是他，公子，就让孩子去说说心里话吧。他娘在的时候有些话还没说，已经是一个遗憾了。我想他娘啊，此时此刻也应该想听听自己孩子的心里话。是啊，说的是。暖暖，你去给你娘道一个歉，这样你娘啊一定会原谅你的，好不好？嗯。小暖暖长大了以后要听爹的话，不可以再哭鼻子了。嗯。暖暖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哎，哎，等等啊，这个银子你收下。公子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，身上多背着点钱总没坏处。哎呀，这公子啊，你我萍水相逢，你这是这……既然在此处萍水相逢，我想这里面自有一份渊源，你就收着吧。啊，好好照顾暖暖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好，谢谢。走吧，啊。叔叔再见。你路上当心啊。少爷，我等你。
这个翠儿，整天丢三落四的。小姐。翠儿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把椅子搬过来。哦。来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先别弄这些话了，外面出事了。什么事啊？这么慌张？外面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是吗？小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看。啊。哇，这画中不就是小姐你吗？真漂亮啊，这谁画的？不速之客。严少爷。你说不速之客是钟书？对啊，严少爷他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也带了个瓶子来说非要见你。我是不会见他的，告诉他请他回去吧。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可是他说他带了瓶子符合见你的要求。瓶子收下，跟他说他的情谊我心领了，请他回吧。哎呀，小姐，这些话我都说了，可是他硬要见小姐才肯走。我是绝对不会见他的，他要等就让他等好了。请后面的客人进来吧。问题是后面进不来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小姐，你还是自己看吧。小姐，你看那儿。哎，双生姑娘都说不见你了啊，你就快点走吧，就是不是？不要耽误我们和家人相约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对对对，快走吧。哎哎，双生姑娘，哎，双生姑娘。他要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一样。这个呆子永远在不合适的时候做不合适的事情，他这样一闹，用不了一会儿，这钱塘上上下下就没有不知道的了。知道就知道，我们怕什么呀？我们倒是不怕，可是他呢，回家准保又没好日子过。看来小姐你还在乎着他。我哪有。小姐，你看，下雨了，这下好了，他们应该过一会儿就会走了吧？翠儿，你去告诉那些公子，请大家都回了吧。不要淋湿了身子，改日再来。好的。翠儿，等一下。啊。小姐，你又改变主意了？把这个给他。他身子弱，经不起雨淋的。去吧，告诉他，别犯傻了。我和他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见他的。双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伤害了你，
你不肯见我，不肯原谅我，是我活该。但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让我把心里话说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死都不会瞑目的。双儿，双儿，双儿，双儿。严公子。双儿，小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双儿，严公子，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你要见我，现在也见到了。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就请回吧。双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严公子，要我说几遍你才能记住？那日在忘情谷，你我之间所有的事都已经结束了。对，是该结束了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但我现在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去做了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重新开始？别说笑了，感情的事怎么可能重新开始？双儿，以前我以为对你好就是给你一切，不管是做妻也好，做妾也罢，只要是我对你好，你就会幸福的。但我只是给了你我想给你的，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，你心里的感受。就像这个瓶子，在我看来，只要你想要我就去买，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。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为什么要这个瓶子。好了，别再说了。双儿，是我愚钝，我不懂得感情。昨天包公子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，我伤害你究竟有多深。我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去爱你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双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尹姑娘，在下是孟府的管家老吴。我家主人听说姑娘要找一个瓶子，便四处搜寻。这车瓶子是我家主人特意为姑娘找来的稀世珍宝，希望尹姑娘笑纳。孟府，你家主人是谁？啊，上江观察使孟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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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孟浪啊，难怪瞧不上我了，原来另有高攀了。银双双啊，我一直以为你出身风尘，却比任何一家的大家闺秀都要清高，都要纯洁，但我发现我错了，我现在才知道是我看错了。上江观察时另有所爱啊。严公子，你误会。我误会？对，我是误会了。我误会你有情有义，误会你不贪不虚荣，误会你是真心爱我，我误会了。来，把瓶子都搬到银姑娘府上去。我真傻，是，我是天底下最傻的人啊！我辛辛苦苦的为你找瓶子，你看看人家一车的稀世珍宝送上门来，我算什么呀？我算什么呀？周叔，你疯了？我疯了？我对你迁就，对你心动，你却毫不留情投入到别人的怀抱。搬什么搬？搬什么搬？不准搬！不准搬！不准搬！严公子，走。严公子，严公子，银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次又是你救了我，不如到平和楼喝杯热茶。多谢尹姑娘，我想不太方便，报人告辞了。喂，报人，你也太没有礼貌了吧！我家小姐好心请你进去喝杯热茶，你去。翠儿，小姐，你别拦着我，我一定要把话说明白。报人，就因为你一句话，我们家小姐到处在帮你找瓶子。这周围三城五县的瓶子我们都找遍了，但凡跟你说的相似的几乎全在我们家了。你倒好，反而嫌弃起我们来了。要不是你，今天我们家也不会搞成这样。原来是你在为我到处找瓶子。那你以为我们在干嘛？你真的没必要那么做。报人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家小姐自作多情，多此一举了？姑娘别误会，报人绝无此意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多谢尹姑娘为报人做的一切，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报人实在愧不敢当。虽然我急需找到静平回去救人，但是静平与我是种缘分，理应由我自己去找，以后就不劳姑娘费心了。报人告辞。哼，小姐，
双儿，双儿，来给我。双儿，来。这可怎么行啊，夫人？双儿，双儿，这可怎么办？越来越烫了。夫人，还是请大夫吧。去吧。哎，双儿，回来。啊，走后门。双儿，千万别让人看见了。要是有人碰到了，你就说，我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叫大夫来瞧瞧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夫人，这就去。夫人，双儿，哎呀，这姜茶煮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没好啊？夫人，我去催一下，给您去吧。双儿，双儿，哎呀，你们也下去吧，别守在这儿了。要是外面有人问起来了，不许吐露半个字，听到没有？是是。儿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？为娘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让为娘后半辈子可怎么过呀？老爷回来了，老爷，老爷，钟叔呢？老爷，他睡着了。睡着了？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叫他起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老爷，有什么事那么急啊？等他起来再说嘛。让你叫他起来，就叫他起来。叔真的不舒服，可能是昨晚看书着凉了吧。看书着凉了？我看他是淋雨着凉了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叔儿一直遵照老爷的嘱咐，哪儿都没去过，在家读书呢，怎么会淋雨呢？你呀，慈母多败儿啊，你到底要纵容他到什么时候？他今天闯了这么大的祸，都是被你害的。叔儿闯什么祸了？这事儿你问他。啊，大男人呐，啊，现在怎么做起缩头乌龟来了？啊，来，把门打开。老爷，老爷，儿子真的病了，你要有什么话，等他好了再说吧。他今天就是死了，也得给我爬起来。开门。老爷。你知道吗？他为了个妓女得罪了上将观察使，砸坏了皇上御赐的圣品，人家找上门来了。老爷，少爷现在还神志不清呢，把他抬出来。怎么，这个家我说话不算数是不是？啊，抬出来。双儿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回来！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我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给他机会，他就是不听，这点苦头，他是要吃的。他可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，老爷。哎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现在要是把人藏起来，那事情就会搞僵的，那以后就无法挽回了。他砸碎的可是皇上御赐的宝贝呀、啊！老爷，老爷，要不你去找找钱万才？听说钱万才最近跟孟家人走得很近呢、啊，你去找找他吧。你难道觉得他要挟我的还不够吗？我早晚要被你们母子俩给害死！走开！老爷，老爷，天哪！天哪！大人，这严中书砸了一车的瓶子，我们怎么处置的？我的东西他也敢砸，把他送进大牢。他毕竟是严太守的公子，这样不妥吧？严太守这个位子，恐怕他要让出来了。他没想到会栽在自己儿子的手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一定好好的利用。不要！报人！啊，
小姐，你醒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小姐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晕倒了，可能是淋了雨吧。还好你醒了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。晕倒？我怎么会晕倒呢？报人呢？小姐，你还问他干嘛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哼！你还看那幅画干嘛？我去把它扔了。哎，不要，翠儿。我想报公子，肯定是误会什么了。你去帮我把他找回来好不好？找他？我不去。那我自己去。哎，小姐，你干嘛呀？你才刚刚醒过来，快躺着，别动啊。那你去不去？哎呀，去去去去去！我认输还不行吗？那你答应我，你好好的躺在床上，别下床好不好？来，躺下。来，有首诗曰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”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衣？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要是公子你面对这份情谊，当如何作对？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意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之。青青，我不是钱青青，我是小青。你已经忘了我了吗？你忘了杭州城还有那么多百姓等着你去救吗？青儿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我也没有忘记奶娘、暖暖、严峰，还有杭州城那么多百姓。我一定会回去救你们的。只是什么？是舍不得尹双双，还是舍不得钱青青？啊，不，你误会我了。我跟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，是不可能发生感情的。我只是还没有找到静平，我回不去呀。我不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和借口，哪怕
你不想回来。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你在哪里？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你在哪里？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我不是不想回去，恰恰相反，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要回去救你们。老天爷，你倒是给我些指示啊！我该到哪里才能找得到静平？你不能把我指引到了这里，却让我困在这里。我要回宋朝，我要回杭州去，我要回去救我的亲人呐！该死的老天爷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啊！老东西，看清楚了吧？嘿嘿，输了吧？啊，三瓶啊？凭什么算我输啊？哎，输了就是输了啊，不许耍赖，玩不起就别玩，以后再也不跟你赌了，省得我还要冒着风险带你到天上来看你这宝贝孙子。啊，得，算我输了好啊，不就三瓶酒吗？何必这么认真呢？算你输了，你就是输了，我早跟你说了。就你那孙子，尘缘未了，根本就过不了这坎儿。不可能！刚才我孙子不是说了吗？他呀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杭州城的百姓呢。只要找到瓶子，他肯定要回来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800年前的尘缘了了就算了了，那800年后的，那就不是尘缘了。那不一样啊！800年后啊，他现在根本不是人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她根本不是个女人，她是个妖。你还是个妖呢？我是妖，可是我没有犯那七情六欲的戒，不是啊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嗯，没劲，没劲，走，走了。哎，老东西，你别走啊，老东西，你还欠我三瓶酒呢。老爷原来在这儿啊！啊，我还以为你今天去别人的房间了呢。你现在就剩下这点心思了。哎，你一个人喝闷酒啊？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有什么心事儿啊？你看看我像有心思的样子吗？没有心事儿，那就是好事。来，丽娘陪老爷喝一盅。来来来来，等，拿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能喝啊！我说呢，老爷一个人怎么这么有雅兴在这里喝酒？是想跟什么人约会吧？哼，姐，到厨房去给我倒碗醋去。哼，倒醋干什么？讨厌你！你说，你等谁呢？你快说，你说呀！坐。嗯，我有这么漂亮贤惠的丽娘，你想我还能再去想其他女人吗？得了吧你，净说好听的。那万一有一个漂亮姑娘在你面前，你啊，早就找不到北了，你啊。嗯，又来了。嗯，我要是想着其他女人的话，那我直接到花街柳巷不就完了吗？我干嘛在这儿傻等啊？哟，那可说不定，万一你偏要找那些附庸风雅、自视颇高的才女，可是人家呢，偏偏又不愿搭理你，你只能一个人在这儿黯然神伤了。嗯，又来了。嗯，我这肚子里边有几滴墨水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你快说，到底等谁啊？嗯，我。老爷，
老爷，什么事儿？回老爷，严太守求见。嗯，请大人到这里来。是。怎么样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约他干什么？我可没约他，是他自己来的。哼，你想啊，我那个毛脚女婿惹了这么大的祸，他能不来找我吗？啊，老爷是特意在这儿候着他呢。哎呦，我们家老爷可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哎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嗯。哎呀妈呀，讨厌。一会儿严太守来了，你就下去吧。大哥，谢谢了。快点啊，他可是要饭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夫人，进来吧，来。哎，皇上的意见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快点啊，快点啊。谢谢大哥。好，谢谢。淑儿，淑儿，淑儿。娘，娘，娘。你受苦了，娘，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能尽孝膝下。你和爹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！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爹去想办法，一定能救你出去的。别说那些丧气的话啊！儿啊，你饿了吧？来，先吃点东西。儿啊，你慢点吃，哈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啊，娘，孩儿还有一事相求。能答应的，娘都答应你啊。娘，如果钟叔还能出去的话，求娘答应我娶双儿。你呀，这个时候你还惦记着他，我看你是彻底的魔怔了。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，难道你被他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啊！如果娘不答应，那你就别让爹来费心救我了，就让孩儿在这大牢里面自生自灭好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就不为你爹娘想想吗？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？你想让娘跟你一起去死吗？如果娘你不答应孩儿的话，孩儿就在这大牢当中了却余生。哎，怎么这么大动静？大半夜的哭哭啼啼的，不知道还以为这牢房闹鬼呢。时候差不多了，赶快走。从今天起，就当娘没有生过你这么个儿子。春喜，我们走。夫人，走啊！娘，娘。